歌曲，那因为我在比较以前比较痛苦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拿着赞美诗来唱歌，就这我刚刚唱的一些歌曲，是我自己在比较一草的时候常唱的歌曲。这首歌是在219首，声响平安。我曾经在这个癌症病房也有唱过这首歌给这个癌症病人，他也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帮助。其实是对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首歌曲。 爱深藏在内心。
愿上帝赐福大家。阿门，谢谢主。